小哈，起床嘞！今天周末有舞蹈课耶，就周末的时候能睡个懒觉，但是也不能起得太晚呢。睡觉一天到明天。烫鼻涕啊？你有没有烫下？还没有啥症状啊？好刮呀！给你擦擦鼻涕。妈妈，粑粑叶子呢？换一张呗。换一张。我感觉可能是我同桌发烧感冒了，给我传染。上课就一阵，阿丘，阿丘。这回你也是了，别抱着他了，快起吧，乖。不是洗漱完，在那躺着干啥呀？起来吃点东西啊，来喝点牛奶。吃不进去，喝不进去，只想放倒。哎，那你不吃东西也不行啊，不愿意吃咱们也得吃一点，等会嗯。我脑瓜子说不要吃好一些。就不管你吃什么东西，咱得吃点，然后吃点药就好了啊。咋的，鞭炮还给我庆祝庆祝啊！我今天感冒了，吃不吃完呢？去吧。不吃，把药吃了吧。还咬着吃，你真不怕苦？现在感觉咋样啊？反正没劲儿，脑瓜疼。今天舞蹈课能不能上啊？能坚持吗？我怕落上课跟不上。如果实在身体不舒服吧，咱们就请一天假，后期咱再补也行。你看你可不可以坚持？可以。可以，如果做不了的动作不舒服，跟老师说，好吗？这是小安有病了，肯定这是老实了。平常的时候活蹦乱跳，像一只兔子一样。微信收款应援。One hour later。今天上课感觉咋样啊？老师还让我上前面去领舞去了呢。哟，跳得好了。老师说我跳得比他还好。啊，还这样夸奖你呢？今天跳的是什么呀？花与马。之前这舞蹈动作都不会呢。因为我比大家少上了一节课。现在追上了。大家想不想看韩寒跳这个花与马完整版的？哪天穿着舞服给大家好好跳一个。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就扣个一。哎呀，哎呀，还被老师表扬了呢。行，很棒，再接再厉啊，继续加油。